Hello，大家好，我是李贝。昨天我出去玩的时候买了哦呵呵，OK，就这个，那个绿色的你看不到。买了这个叫什么书？这是书呢？我不太知道，也许杂志，算是杂志吧。OK，就译林，就是里面有人们写的故事。也许所有的故事是人们写的吧，或者还有人工智能的写的故事。也许人们提交的，他们自己写的故事，有各种各样。就是我在报摊里买的那个书，这样，就是9块。那么。我不太知道，也许 OK。今天的视频里，我们可以挑选一篇故事，就是读一读这个吧。这个呢，在渔网上摸辣酱，是为了让鱼更好吃吗？摸辣酱，我不太明白。也许是一个虐待动物，让你吃的鱼，味道更好，但是你也需要虐待动物，不值得吧？也有很多，选择那个吧。这个呢？这个这篇。这篇故事吸引我的注意力，也许我们可以看这个吧。其实我不太知道，不喜欢我就是不读，喜欢可以继续下去。猫精，猫精，那个人喜欢狗，喜欢猫，对吗？OK，我们看，这个可以。就是清楚的看，也许我再放大一下吧。稍等一下，OK，那个就是我认为你可以看得到，是不是？或者，有点模糊不清。也许我调整一下我的摄像头，更近一点。OK，这样可以，这是非常清楚，再清楚不过了。好 我只是喜欢猫而已。OK，明白这个句子没有问题。如果现在能像疯子凯先生那样，疯子凯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对吗？写稿、画画时，还有一只小白，骑在肩上欣赏作品，那该有更好。他就是这里，他只就是说猫坐在肩膀上，就是欣赏他的作品，是吗 ？OK，我可以当做他的猫。欣赏他的作品，好不好？或者，在生活单调时，猫会用身体来蹭蹭泥，那个蹭就是to rub against，对吗？蹭蹭泥，让你的枯燥人生倦在一阵，哦，这个我不知道。正在一阵连棋，或者这类的吧。OK，我们查一下。我猜不对吗 ？OK，两个汉字都没有遇到过，所以需要就是手写输入吧。三点水和连。涟漪，
是波动的意思。涟漪，涟漪，涟漪，应该是波动的意思，差不多。也许在文章里你可以遇到这种词汇吧。猫是把幸福带给你的动物。哦，那个把不是量词，是确切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动物，它是把幸福带给你的动物。好，耶耶，猫就是那样吧。尤其是那个友好的猫，有的猫就放在外面就总是扑到鸟的身上这类的吧。猎物，猫喜欢人家摸一摸，那个摸对吗？那个人家不是人的家，就是我的意思吧。这个两个汉字也不知道啊、一直有灵性的，他需要爱的时候，会用爪子轻轻动你几下，然后就自己往自己的头上拍拍去，只是你去摸它，它永远是主人。OK， 猫就是主人是吗？还是主人是主人？OK， 这是什么汉字？若什么什么？若OK， 这是结，然后这个。谢。邂逅，OK， 邂逅是有灵性的邂逅。OK， 好像就是 meet 这个意思是吗？邂逅。邂逅，我看得不清楚，算了。OK， 你那么喜欢猫，为什么不养一只？有人问，这是友好的人问，对吗？什么养一只？说的轻松。你对得起猫呢吗？猫不能活在笼子里面，我们在大都市的公寓对猫来说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笼子罢了，空间实在太小了。也是的，其实在中国很多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养一只猫，猫永远不出门。这好，要养猫的话，房子至少要有个大花园，有树有草，猫可以爬上去，抓鸟。也就是猫喜欢做的事情是吗？但是鸟很可怜，或者躲避恶狗的侵袭，对吗？侵袭，侵袭对吗？应该是侵犯的侵，对吗？侵袭，对，侵袭就是个吧，清洗。吃错的东西之后，猫可以在花园中找到草药来医治自己，这才对
对得起猫，对得起，他又用的这个语法结构，对得起，就是好好的对待猫，是吗？对得起，我写过的这个吧，不是对不起，是对得起。对不起是反义词，对吗？对得起。OK， 你看得到吗？行。猫是不爱冲凉的，冲凉的就是不喜欢凉的环境嘛，环境。偶尔洗洗可以。每天洗就要他们的劳命了，就是他们不喜欢别人给他们洗毛，是吗？这个是冲凉的，猫是不爱冲凉的，就是喜欢暖和，是吗？OK， 猫爱干净，会用舌头舔洁自己身上的毛，排泄之后，会用泥土来掩埋，排泄。那个泄是了，有点像泄那个 drinks 这类的吧？排是排除，泄炸泄这类的吧？排泄 excrete 啊、OK 啊、是腹泻的泻 No 不是腹泻的泻，不是腹泻的泻，这是那个泻。那排泄就是泄露的泄，是吗？泄露也是泄露，泄露，我说的是泄露。泄气，发泄。OK， 他这里用的是排泄。OK， 排除，泄，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排泄粪便，就是指小便和大便，对吗 ？OK， 我读到哪儿呢？OK， 这也、yeah, 这习性已存在于他们身上数千万年。OK， 习性这是习惯的意思是吗？习性这个词汇有没有学过？我认为是习惯的意思吧，或者是天性的天，的行为什么？本性的行为，习性。哦，也这个手机很旧，也很小。习性，这个 natural behavior OK， 习性。OK， 熊猫的习性，就是也许熊猫的习性就是吃竹子，对不对？OK， 他们大解完毕，大解完毕，还要在水泥地上拼命做挖泥土状，我一看到就带他们。悲哀什么意思？大结完毕就是结束，做完他们做完什么？大结完毕，还有在水泥地上拼命做挖泥土状。我一看到就带他悲哀，就是假如他们脏兮兮的猫就很可怜，
是这样的意思，是吗？我的口罩放在哪儿呢？我的书桌不太大，给我放那儿，我小心点儿，不要把它弄在地上，是吗？更可怜的是，我们小时候，养猫把小雨，煮成了混在饭里让他们吃，现在是吃一包包的猫粮，一粒粒的硬块，永远是味道一般的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个是可怜吧？现在可怜的就是它需要吃猫粮，不能吃鲜鱼，味道一样的东西。我不太明白这样为什么可怜。OK，摸猫也是一门觉知，那个我不知道。要等到它们自动现身时，OK，这个词汇也不知道。先从背上顺毛摸去，但这才普通，猫不感到欢乐。要从背上逐渐转到胸前，要抓精。像的底部，OK，这里他说的是那个颈是颈椎，颈哦，三声那个颈椎的颈，那其实就是抓住他们颈椎旁边这样的胃部，部位那样部位的皮肤，就是可以把他们拉出去，拉上去。这是他们最敏感的部位。一接触猫就会是眯起眼睛，眯是眯眯起眼睛，也一声眯眯起眼睛，眯起眼睛。这时的猫最可爱，会把人迷死了。OK，迷死我不太明白 这个意思吧。OK，觉知、觉知、是什么？觉知、觉知。绝技哦，技巧。OK，这里我错了。要等到它们自动现身时，现身就是自动就是 automatically，不是 voluntarily，是 automatically，对吗？OK，自动现身。哦，还有我 voluntarily 啊，我不知道，自动有这样的意思吧？自动帮忙、自动参加、自动交代。OK，我学会了新的知识，什么？我不知道自动，有这个用法。一般来说我会用自愿，这个吧，自愿。但是自动好像也有这个意思，什么？好，现身。The first one's left. 哦，OK，现是就是那个奉献或这类吧。身这里是身体，也许字面的是意思是身体，但是就是你一个人，就是捐，你把自己就是捐给什么？事物什么？还有这个吧，迷死。迷死是什么？迷死。
把人迷死。哦，OK，那个死就是饿死的，饿死了，这个死什么？迷就是着迷的迷，什么？着迷。着迷，嗯，这个吧，迷死了。OK，把人迷死了。No，应该是让人迷死了。把人迷死。OK，这个我用这个颜色。这部分我不是100%明白，但是 OK，就是因为猫很可爱，所以人很着迷。哦，这你可以说很着迷，对吗？着了迷，我认为可以说很着迷。虽然算是动词，就是 stative verb，对吗？OK，你看我的视频，你可以查词典，告诉我，可不可以说很着迷？我认为可以吧。中文比英文更灵活吧？我认为就是你可以，就是词汇可以用在不同的，用为不同的词类，就是很灵活。我认为中文比较灵活。像人一样，猫也有猫像，就是那个像是外向的像，对吗？凡是，OK，长毛还是长毛都可以吧？我现在我需要继续下去读，都不容易，养育，毛掉的，一家都是，怎么清理也不干净OK，你认为呢？这个汉字是什么？是长还是长？凡是长毛的，凡是长毛的，我认为是长，就是凡是就是什么地方都是长毛，是吗？也、yeah, 我不是100%确定，这是长还是长？OK，而且这些猫种，常患病，命也短，要养的话，最重要的是要选头大的。头大是什么？哦，就是 OK，选头大的就是它，就是猫的头很大，这个意思是吗？大头猫，永远是比较可爱的。OK，如果是我决定我想养一只猫，我认为。头很大，也许是我的条件最不重要的一项。OK，你看得到吗？可以。现在想起，尊敬的老人家，岛根二导演。什么意思？二导演，更二导演。OK，家里也养了一群猫。他说，猫最难看的时候是眼角结有排泄物时。哦，OK，这是 excretion，这是，但是 OK。眼角结有，结有是什么？结就是有，就是眼角有 excretion。那个英文我们叫 sleep，you have sleep in your eyes。
咦，这样行。但是我不知太知道这里为什么用解有。应该是副词的使用，但是我不太明白。所以一看到就一只只抱在怀里，用最柔软的直径对吗？是毛巾的巾，直径，替，我稍等一下，我就替猫擦干净。好，如果爱猫，必须向它学习。OK， 猫美丽的姿态令人着迷。OK， 令人着迷，这个我明白。迷死，我不太明白。OK， 任何时候都是美丽可爱的。有时做眉眼看你。做眉眼。哦，你记得吗？也许你不记得，但是我记得。因为是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个习俗吧。OK， 做眉眼。做眉眼。是这个吧。做眉眼看你。做眉。女媚眼啊、哦、OK 媚眼是什么做媚眼看清楚吗我就调整一些我的软件我想尽量帮助你能看得清楚就是这个意思吧媚眼抛媚眼那个媚这个汉字也许我不知道媚妩媚明媚娇媚媚素 no 这个汉字我不认识但是你不介意的话我还看一下也许我不应该吧我没有就是我记得你知道 YouTube 上有一个主播有一个主播这里有博主有主播他们是不一样这两个词汇我经常混淆OK 他叫大鹏经常说他的视频里经常说讨论这类的词汇这类的习语什么就是口头话人们常说的吧所以他的频道挺不错我认为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学习也许你可以看一看大鹏那个鹏就是男人是男人名字里经常出现的鹏鹏那个鹏这个鹏大鹏大是不小的意思是吗是小的翻译是吧在中国很多人叫大鹏不有的这个汉字是什么敲起什么敲这是我暂且的使用这个吧搅拌老人状 OK 敲起脚是吗Oh no, 踮起脚 to stand on tippy toes, 踮起脚。踮起脚。No,
不是点。点脚。OK, 那么是什么？我们查一下吧。你看 ,OK。足，然后这边我不知道怎么说。敲。哦，我说的对，敲敲起脚。这是我猜中了，但是我不自信。敲。OK, 就是敲敲起脚。就是 OK, lift up, 这个意思吧。敲。敲 ,OK。OK, 有时敲起脚半老人状。就是。我不知道敲起脚和半老人状有什么关系，就是和老人那样，也许笨拙的走之类的吧。有时握起拳头，不停的打狗，狗狗狗很笨，或是猫狗很笨。有时伸出长长的爪来，甚至睡着睡觉时，也漂亮，而且咱们叫都叫不醒。哦，咱们哦，怎么叫都叫不醒，就是没有办法让他叫醒，对吗？猫不会，报恩，那个报是回报，这里就是不能回报人们的感恩，就是 can't repay people's kindness, 这是我的猜测，报恩。Hey, 猜得不错啊。你对他好，他会猎，对吗？猎几只老鼠或鸟儿，来回礼。好像那个回是回报，回报送给你礼物是吗？但也别以为他对你死心塌地。他一看到纸盒，就会从你的怀抱跳出来，钻进去。OK, 死心塌地，就是 indifference, 是他对你死心塌地。我觉得我的理解不对，但是这是现在最我所可能想出的意思，他的这个成语吧，死心塌地。我是说在这个语境中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但也别以为他对你死心塌地。不太明白。OK, 真正爱猫的人，会接受猫身上的气味。也就是养任何宠物的人都是需要的。其实也许也鸟狗猫兔子也。但是就是养猫养宠物的人很乐意接受的。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吗？和它混为一体也。
我比猫更爱干净，受不了那味道。所以说，我不是一个爱猫的人，只是喜欢猫而已。OK，这是第一个句子，对吗？我只是喜欢猫而已，他不爱猫。OK，但是与此同时，这不意味着他不爱猫，就是他不喜欢，它的味道，是吗？我不介意吧。猫肯定是可爱的，就是无辜的，对吗？在北京，人们有时候喂流浪猫，也喂流浪狗，有点像我们的小区里有只猫，那个流浪猫、流浪狗，也就是因为人们喂它们。其实这个故事不错吧？这是他写的，是吗？有点模糊，就是拆烂是吗？那个波浪的浪，那个拆是医生吧？这、就是他的姓。OK，我说的是多少时间？36分钟。OK，也许我们再浏览一下，寻子可以一起读的故事。OK，OK，我看图片认为，这篇故事，是关于科学，应该是关于医学。OK，我看这个分子的图像，不是图像，图片。我认为应该是和化学，有关。我看的那个药丸，我认为和医学有关，可能是，化学生物学，就化学生物学，no，生物化学，biochemistry，biochem 生物化学，你认为这么说 biochemistry，或者 biomedical engineering？哎呦，biochemistry，PM，OK，生物化学啊，就是这个吧，生物化学，生物化学就是从英语直接的翻译成中文，对吗？生物就是 biology，化学是 chemistry，biochemistry，还有或者 biomedical。biomedical engineering，生物就是 biology 对吗？生物医学 medicine 工程 engineering biology medicine engineering 生物医学工程 biomedical engineering，有时候这些科学领域完全差不多完全。差不多完全 是矛盾吧？这是中文的词汇，英文的词汇有直接的关系。为啥都是布洛芬，却有那种多版本？什么意思？也许这篇文章有点难。我看一眼，很多日期可能是和 OK 生物医学、工程、历史有关。The histor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我看过这种文章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一个科学家的历史，他的故事，也许他。发明了什么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他发明的过程。OK，我跟这儿就是发明之一。
听毒素就是 penicillin 啊，OK，这是 the discovery of penicillin。那一年没有那个，如果我记得对，就是 OK，青毒素是无意发现的，对吗？就是哦。但是他是科学家，他科学就是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普通人，也许他天天看什么现象，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科学家一看到同一个现象，就知道哦，你看得到，就是你普通人天天看到的那个现象，有科学价值。但是这个问题我不太明白，那个标题的问题，为啥都是布洛芬却有那个多版本，那么多版本，布洛芬是一个医疗产品的名字是吗？布洛芬。OK，怪不得 ibuprofen。这是什么？这是减轻你的疼痛的药是吗？也这些药的名字，也许我不太知道。ibuprofen，好，OK，我们为什么不看一眼这篇文章？也许应该有意思吧，和科学有关的，有意思吧，OK，OK，那么多版本，这个版本是，就是成本，是成本，成本一样。这是积极的成本一样，可以这么说吧。成本，那个成本，不是，OK，我想看一下 active ingredients。OK，ingredients。成分OK，这是我想说的，不是成本，是成分。你可以说积极的成分，对吗？Active ingredients，成分，化学成分。不同的版本就是不同牌子的意思，是吗？但是那个化学一样，那个化学品一样，就是积极的成分一样。也许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牌子，不知道别的牌子，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吧，ibuprofen，头疼药。为啥都是 OK 布洛芬，却有那么多版本？不同国家的布洛芬包装盒上的红色小人。姿势都不一样呢。红色小人，我看一看，我之前买的药盒子，这是我之前买的那种药，我不太这，这是什么药？双氯芬酸钠。缓解，胶囊。OK，那这是英语，我也不知道。diclofenac，sodium。OK，缓解胶囊。就是，但是没有红色小人，对吗？红色小人在哪儿？没有了。
我不明白。红色小燕，红色小燕是什么？是谁？词汇知道，但是意思我不明白，而且姿势都不一样呢。这是红色小燕的姿势，它的 posture。盒子上，OK，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是1940年、40几年，对吗？整个欧洲大陆上，大陆上空销，烟滚滚，是空销吗？就是，有点像 like air sentinel 大陆上空硝烟滚滚，也许是成语吧。硝烟，硝哦，烟滚滚。这个是啊，不是硝啊。OK， 怪不得那个汉字我不认识。然后这个哦，硝硝烟滚滚。OK， 硝烟就是 gunpowder smoke， 硝哦。OK， 这是。也左边是时，右边是生肖的肖，肖对吗？我说的不对，生肖 OK， 就是这个吧。OK， 那硝烟就是这个硝烟 gunpowder smoke， 也许就是第二次世界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吗？那时候，OK， 战争中，大量的伤员，丧命于细菌感染后的伤口，OK， 我有点熟悉，但是。OK， 我忘了这个词汇。也许我写的不够清楚。OK， 三点水，然后溃疡 ，fistula ulcerate。OK。馈就是回馈的馈，崩溃啊、哦，崩溃的溃。我看起来很眼熟吧，但是我忘了在哪里遇到过崩溃。OK， 溃疡的疡我没有遇到过，这个不熟悉，但是可以看它的形状，它的偏旁就知道。OK， 溃疡。OK， 这个我写了 ，fistula。OK， 人类医学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啪啪啪，清毒素 ，penicillin， 对吗？清毒素就诞生于此时。OK， 我确认一下，清。毒素啊，清毒素，我不对，现在我知道我哪里不对，你知道我哪里不对吗？中间的汉字不是毒，是酶导，那个酶是发酶的酶。
青霉素。好 ，OK， 多亏我，我听霉不是毒，这两个汉字看起来很相似吧？霉，就OK， 但是意思就是 penicillin， 但是我不小心看汉字。OK， 1939年，一个年仅16岁的英国小伙子参与了青霉素的研究项目。小伙子没有上过大学，一方面是因为战火，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境贫寒，贫寒就是 destitute。寒，寒是寒冷的寒。OK， 也有缺钱的意思。最开始进入，博兹医药公司时。博兹，这是公司的名字是吗？博兹，是兹吗？还是耶？博兹，博兹。OK， 这是他的公司的名字不重要，我就这样表达，这个标记这个吧。他整整当了3年的学徒，这是什么意思？整整当了，这是哦，就是当做是，那个时期已经过世了，什么？这是已经结束了，然后他开始进入这家公司，对吗？这是我的理解。公司发现这个小伙子足够勤奋，但没上过大学的先天短板，束缚了他的潜力。于是公司。资助他去了，诺丁汉大学，宣告，OK，这是什么？先天短板，肯定是成语，对吗？先天短板，先天短板。先天短板，innate 短板，shortcoming 也许不是成语，是两个词汇。先天短板，OK，就是短板，这里就是缺口，对吗？就是坏处，缺点。先天是。天性的什么？OK，宣告去 OK 到那个大学宣告不是宣告是深造，也深造，这个是也。这个词汇也不知道，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我赶时间，我肯定就读了它，就是他上大学，好，就是这个意思。3年后，大伙在大学毕业，回到博兹公司，
继续搞科研。1950年，小伙子因为在医药研究方面的成绩，拿到了英国皇家医药学会的奖学牌，OK，奖学金，OK，这个明白。他拿着这笔钱，转身又进了。利兹大学，利兹大学是哪个国家的？利兹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是吗？利兹，我去过那个地方，利兹，那是英国的城市。之一，攻读药学，药理学博士，博士毕业那年，小伙子，正好三十岁，他回到博兹，公司，牵头研发一种代替阿司匹林的超级药物。阿司匹林是 aspirin 对吗？阿司匹林，yeah，这个词汇我不知道，阿司匹林。好像是和英语的一样吧，也这也是，就是牵头对吗？To take the lead，其实这个我知道，牵头，但是我刚才忘了牵头，阿司匹林，在那个年代，阿司匹林是应用最广泛的，抗炎，那个是抵抗的抗，炎是肺炎的炎，新冠肺炎病毒的炎，发炎也有这个发炎，镇痛，解热药物，OK，加，功效很好，但副作用很大，看不到。副作用很大，对，就是那样吧。就是身体，受伤，你的伤口可能流血，而且吃这种药的时候，流血可能比较，严重。也许就是同时吃两种药，也可能有，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是吗？在诺丁汉校区的一所房子里，小伙子默默无闻地研究了流年，合成了600多种化合物，就是 chemical compounds，对吗？却无一成功。他们更阿司匹林一样，都具有明显的副作用。其实所有的药有副作用，我认为没有例外。就是不吃药也有副作用。有的药的副作用。不重要，或者也许，患者可能接受，有的副作用，也许不能接受，就是得不偿失。The treatment is worse than the disease。就是患者那个病人和医生可能商量，也许可以，指定最恰当的、最适合患者的。医学计划，医学计划，no 医疗计划，
直到1959年，小伙子发现之前的化合合物之所以都会出现副作用，是因为化合物的组成成分，OK， 就是 an ingredient， 就是一个成分，对吗？那种药物里面的成分，总会被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大量吸收，它调整，它调整了化合物成分，把乙酸变成了丙酸。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 ？Changed， 乙酸，是啊 ，ethanol。No， 我忘了，丙酸应该是 butanol， 我忘了。这些化乙酸。Acetic acid, okay. Acetic acid 变成什么其他的 acid？ 但是它们的这两个分子很相似，但是也许副作用不一样。Acetic acid 是哪里找到的 ？Acetic acid， 我忘了。我读那个高中的时候，非常热爱化学，是吗？丙酸呢？但是现在我也许我忘了。哦 ，no。OK， 丙酸不是在这个词典里。就是化学品，化学品那个分子的名字什么？我认为肯定算是术语，一种叫做异丁苯丙酸。为什么用苯？那我不是那个苯，不是笨拙的笨。看，笨拙的笨，不是那个笨，对吗？笨拙的笨上面是竹子是吗？这个就是书里面的汉字，上面是草，虽然它们看起来很近，但是是不一样的。OK， 草，然后笨，不是那个吧？咚咚咚咚咚。哦 ，OK， 乙丁苯丙酸。苯。乙丁苯丙酸也叫布洛芬但是那个苯是什么意思？苯哦 benzene， 所以乙是modified different 乙丁苯丙酸。Yeah. OK， 也许就是中文的化学分子名字，那个 nomenclature， chemical nomenclature， 我有点高于我现在的水平，不应该跑题吧？的化合物应运而生，就是。Was born out of luck， 对吗？应运而生，这是成语吧？
应运而生。哪里？我不久以前遇到的这个成语，我在哪里应运而生？在课本里吗？应运而生。我看一眼我的这个课本，我好奇，就是我不久以前遇到的学过的成语啊。很熟悉，或者我看到它，不是在这里吧？完了，应运而生。算了，继续下去，不要跑题。哦，不好意思，不要跑题。多年之后，这款化合物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布洛芬。这个小伙子就是布洛芬的发明人。Okay, the invention of ibuprofen. 好像大家现在的大家都熟更熟悉更熟悉这个牌子，别的牌子不知道，但是你买药的时候，如果你和我一样，就是买的最便宜的吧，因为自己的成分一样，一模一样，完全一样。OK, 英国化学家斯图尔特亚当斯，就是他的名字吧。斯图尔特亚当斯 ，OK， 我不知道。一款新药的诞生，离不开临床试验，而这个人自己，就是布洛芬的第一位试药人。当时，亚当斯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演讲。可前一天晚上他和朋友喝多了很有意思。第二天起床后头痛不已，亚当斯当即决定，这个词汇你知道吗？当即。OK, 我需要给你看看我们不久以前学过的79级的词汇啊，这个暂时关掉啊。当即，我在视频里学到的这儿，我学过的这个词汇出现这儿，当即，学习词汇吧，很重要。趁着这个机会，就是喝醉的机会，就是喝。也许一般人就是喝，一般喝醉不算是机会。服下600毫克，一丁苯丙酸，效果出于意料的好。 OK, 这是非常好，而且他认为他的效果可能是这么好，但是实际上就是超越这个水平，是吗？1962年布洛芬申请了专利。 OK, applied for patent。 1969年，布洛芬通过英国许可，成为分湿性疾病的处方药 prescription medicine。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分湿性疾病。分湿性
哦，OK，风湿性 rheumatic，OK，我不知道中文词汇的意思，因为我连英文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你们知道呢？rheumatic，R H E U M A T I C，rheumatic。Rheumatism，rheumatic，rheumatic 指的是身体的什么部位？是呼吸道，或者就是，我不太知道。OK，1983年，由于患者在食用布洛芬，时。一直处于安全状态，布洛芬成为可以直接在药房购买的非处方药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就是我朋友说的是 OTC，英语的就是 over the counter，对吗？就是很复杂。说法就是 over the counter，你可以直接买，不用开封，不用药方。好，OK，2019年1月，这个人对吗？是他。OK，亚当斯在英国去世，享年95岁。OK，好像 OK，我没有遇到过这个吧？享年95岁，就是一种比较积极的说出他95岁时就去世了，就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就 enjoyed 95 years of living OK，亚当斯去世后，《华盛顿邮报》专门刊发了一篇报道，记录了他生前的一段话。那个生前，这个词汇，我认为是不符合逻辑。但是生前就是死前，对吧？死前就是去世之前。不是出生之前，是去世之前。除了布洛芬使用者，我可以是唯一因布洛芬而赔钱的人。为什么赔钱？因为我当时为了申请专利，支付了1英镑的专利费，公司没有给我报销，赔钱。这个意思吧？OK。其实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吧。这些公司想要赚钱，它不重视人们的命，就是赚钱。但是与此同时没有这种药，也许也这个情况也不理想，所以需要平衡这些。就是公司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吗？就是如果你赚了很多钱，但是因此很多人就是受伤，就折磨。这是好的事情吗？就是你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你决定不帮，就是好像这是人们的选择吧？也许我不应该考虑那么深的，哲学问题吧。亚当斯，并没有因为这款药物的巨大成功而获得专利费，为什么呢？布洛芬的发现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OK。但令他高兴的是，全世界有数亿人在服用他发明的这种药物，它可以帮助很多人。对呀，我认为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你认为就是帮助别人、帮助社会是重要的，不是赚钱。这些以利润为中心的公司，就是贪婪的多，是吗？是贪婪的吧？是这个词汇。贪婪，我说的那个声调不对。贪婪，贪婪的很，贪婪的很。这是一种，因为也许不应该讨论这个话题吧。但是，也许政府应该，应该掌控这个过程，就是，不要让这些，就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公司剥削，就是普通人吧，普通人不能维护自己，是吗？亚当斯从来没有因发明布洛芬而标榜对吗？标榜自己，排这是排行榜的榜对吗？标榜自己，每当他头疼时，他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去药店购买布洛芬。标榜是什么？夸大自己那个吧。标榜啊，就是有点像炫耀自己的成就。当销售人员问他以前是否服用过时，他在一旁耐心听着，从不提自己是发明者。这是我怎么说？无辜的人，他就是想要帮助别人，就是也许告诉他哦，我是发明者，对那种药的发明者，也许会让他为难，对吗？后来也成为科学家的亚当斯的儿子克里斯回忆说他。这是什么汉字？什么守规则？这个汉字不认识。从不指望从公司那里获得免费供应。我爸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好像这个意思是他。总是按照规则，就是这样吧。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汉字不认识。恪守规则。Scrupulously abide by. Okay. 恪守规则。Okay. 如今，布洛芬的专利权，已过期。Okay. 各家广商纷纷投入生产，从而出现多种商品名称以及包装。他的故事也许可能，是感动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就是我认为这篇文章真的真的有科学家的那个兴奋感，这是科学家想要做的事情。也许普通人也不太明白这个吧，就是。真的，你的发现，你的发明能够帮助很多人，就是人们科学，尤其是科学家想要知道的。很有意思。OK，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吧。我嗓子有点有点像青蛙一样，哑，对吗？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赞，好不好？下次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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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